这是我第一次被告白的情书，这是我初吻的记忆，这是一个可爱体贴弟弟，就这样多造了我的初吻。白百云明明就喜欢我啊！怎么可能？你别傻了啦！你看我还有证据，他写情书给我。哎，才不是的，白白他真的有跟我交往过。白白是他的绰号，他的本名叫白百云。白百云，我是。刚刚那是马国碧吗？